没有机会到美国跟勇士一起封王没有关系，现在穿上特制冠军 T， 就让你很有在湾区封王的感觉哦。连续三年打进总冠军战的金州勇士，在 Game 5完全释放，不但摘下2017 NBA 总冠军，更爆了上一季被勇士逆转的一箭之仇。知名品牌脑筋动得快，趁着这股封王热潮，马上推出勇士特制款荣耀归来 T 恤，彻底征服台湾勇士迷的心。特别喜欢 Stephen Curry， 因为他三分线真的超准，而且他超可爱的。去年不小心被骑士队逆转，然后今年刚好爆一箭之仇，所以一定要买一件来纪念一下。勇士确定是总冠军之后，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一款白色版的荣耀归来版。那设计重点就是用圈品，然后下面压着勇士队 logo 的字样，然后再加上 NBA 的冠军军杯下去设计出的一款衣服，然后让球迷能一同来感受勇士的夺得冠军，然后重返荣耀的魅力。身为篮球最高殿堂 ，NBA 不只是球员梦想中大展身手的舞台，同时它更是一个庞大的商业联盟。除了比赛本身和球星代言的吸金功力，周边商品销售全球更是潜藏庞大商机。尽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，但看到用心的设计和收藏价值，身为消费者实在很难不买单啊。除了白色的款式，我身上这件黑色的重返金杯版也将在22号发行哦。喜欢的球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，一起去抢购吧！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